是吧？有啊，开始了。还有人吗？对啊。走啊，走啦。走啊。你要缓一下吗？那里是什么？那里是自家屋吗？右上方是啊。昨天看一狗票人在那。你想要缓哦？没有啊，我的话随便拍拍景就好了。那我们来我们以前那种拍法啦，大头然后转，两个人并在一起转一圈那种。哈哈，你记得吗？那个是用GoPro弄的，你那个可以吗？只有两个头很大。啊，我有带那个，你先帮我拿着一下。来的都没有用。这样吗？看不是很清楚在哪里。那到很亮的地方，我看得到镜头，看到了。哎，有没有？他这个现在是浅的啊，露营有没有？露营也有零点几吗？没有啊，因为朝你这个方向哪来的零点几？哦，有人的呢，等一下。看你要等多久？你先拍照看看好了。这是露营呢。我都看不到，要举高一点是不是？两个人一直抖啊抖的，我看算了吧，因为穿雪鞋没有那么好转，不然你自己转，一个人转。风吹下来的雪。只要我自己转。你自己转就好了。这样应该比较稳吧。耶，你也起来，试试看嘛，就慢慢转就好。这样跳高一点，好耶。东莞山植物园，东莞山缆车。我们一直在躲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我转得很好，我觉得我转得很好。那拍个照吧。嗯。看吗？反正也不用看，也不用看镜头，就按就对了。干嘛？这边有很好吗？随便啊。好了，好，可以了吧？嗯，可以。想穿个复古装啊？不用啊。
怎么的？都看不到它。一直加速不要停哦，直直冲不要停哦。看雪会不会掉下来？啊？看雪会不会掉下来？
凉凉的。我肚子一直很凉。你看看。因为上厕所就一团嘛。凉凉的吗？很冷啊。是这样。中间有个洞。不知道就很冷。我看现在几点。1:40，没有特定目标啊。吸管山滑一次，上一次真的不滑，不想滑。停得住吗你？可以啊你。我很害怕，我多远一点。我来找你。来找我，我先闪了。你干嘛来找我？不要不要。哇，有。离他远一点。这个人啊。顶不住了。笑顔で。笑顔で。転んでも笑顔で。OK, no problem. 果然一边尖叫着一边下。Hello. 对。所以说也是要带着笑容。哎。因为这看上去就要飞出去了。有心理上的压力。よくこれをくじけず初めてのスキーでよくここまで来た偉いな他用着八字一路往下来みんなはもう一本ゴンドラ行くから加油加油もう一回行くからこっちね你要从这边下啊太尖了点。看哪里？我这边了。对啊。这边。我看哦。你要侧降哦，你下面有树枝呢。有一颗大块的，我刚撞到它了，就直冲啊，右转，直冲，右转啊，去最近的那一个，好，去吸管山那一个，比较远的那一个，近一点那一个是回到东莞山拱多老站这边。对啊，我们没有要
回东莞山，我们先滑一滑西莞山，冲啊！随便你啊！接下来要用冲的，再往左转，在他们站的那个地方要直直冲，接着瞬间要往左转。我们昨天冲过头的地方。这个也是，今天大晴天啊，该出来找找东西耶。
野兔的脚的长，不知道有没有比平常的兔子的脚的长大。你说为了要踩在雪上吗？对啊。那他们应该要长出雪板才对。还是他们很轻，也不会掉下去。好像好像陷进去的。会吗？又很轻啊。这样回头看，眨眼前很可怕，很大。嗯哼。这个滑起来还好，它是看起来可怕吧？你忘了去年的话，那个是冰面的状态，超恐怖的。今天一次都不滑。对啊。今天滑西管山滑一下，然后高天原滑一下。西管山这边看一下路线，我猜红线那些什么去年都滑过了，但是黑线刚这里封闭了，也没有开。所以这一个缆车，我们滑下面这一段又再坐一次上来。然后就可以接去另外一个缆车，这段应该很短。直接往左下滑。下冲右边，就坐同一个缆车哦。
不想到能滑了。它下面掉一大块了。你说雪峰吗？对啊。我看一下。一大块什么？有几件啊？是断掉啦。哦，你是说它有断叉，所以被人家围起来了？有几道，很危险。我看是它断掉之前滑的。嗯，我看一下。反正那个昨天就已经围起来了。你觉得我们真的会黑鼻子跟嘴巴吗？你说什么？我们真的会黑鼻子跟嘴巴吗？应该不会。要黑的话，二四国回来就黑了。你那时候就一直说我们会黑。因为那一瞬间，我觉得嘴那边好黑黑的。那是我的汗毛吗？我不知道呢。你笑我。啾啾。这里，中间不见了。这边深的，所以原来是走到那里跳，觉得紧张了。这里啊，你说这里有什么？不是这里、啊。不然你说哪里？左边的山上。左边的山上。左边的山上没有雪场啊。你说这一块吗？你看啊，那个也围起来了。你看它下半截短，右下。就去另外一个缆车啦。好短哦，这个好短。很快就可以下车了。这缆车速度算快的，它是有变速的那种。刚刚很奇怪耶，刚刚来我们第二次搭车的时候，一堆车挤在一起，但第一次的时候，车子。间距很慢，很远。哦。你看，很可怕吧？那里。我靠！底下是土吗？还是什么？不知道啊，就断掉了。要修哦。很可怕吧？对啊。要修啊。很可怕吧？我刚刚就看呢、啊，可怕耶。对啊。又被砍脚。有罩子的，那边这一段没滑过，等一下要从吸管山顶一路滑到最底吗？随便啊，今天就是随便滑哪里都随便。对啊，这还两点而已，也不会要回去。这样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有这个、欸，画了两只。
うん、滑到底啊。哪里啊？七管山滑到底啊。这个箭头看直走右转。那条是绿线，这条是红线，左边黑线关了。对，我们走这条。你先走啊，我跟你。直走也可以，左边也可以。啊？世界杯破局。啊，上级就关了没？都是红色啊。对啊，都可以啊。你要走的话，就赶快弯过去。你觉得那好玩吗？都可以啊，就红线没。啊？就红线没。那我不想滑，这边还滑那边。那就那边啊。就这样。没有啊，没有世界杯啊。我是说黑的可能就关起来了没。缆车在右边吧。就想说中间这一段没滑过啊，就是山顶滑到山脚，七碗山就滑完了，接着就一样回去高天岩滑一滑，往右边一点有速度。
老地方，坐右边。七管山滑过了，滑过了，黑的没有，其他滑过了，绿的我觉得之前我们有滑过了。好像刚刚那个有那个桥那里好像有印象。那个桥？刚刚就铁的那个。嗯。在冲上。冲上缆车站。他们就是可以这样这么高这么陡，跟那天那只一样四脚着地，多陡他都要跑。有直升机吗？有声音但是我看不见，是飞机吗？在那里哦，螺旋桨的直升的飞机，所以有听到啵啵啵的声音。很低耶，飞得慢慢的。没有比山高多少，是直升机啊。是直升机，尾巴在亮，而且它好像渐渐的转过来了。有人就是要穿线吗？为什么会疯啊？这里啊，不知道，乱搞，乱搞。他转过啊，欸，他过来了，过来了，他身上好像有个十字啊。每天都穿一样。哦，我就有三件，反正我就是回家那天洗的，穿它就穿。飞机到了，请注意安全，请注意安全。
算は。放放的位置。哦，我在放放房间。
不要用来撞我啊！懒得滑的滑板。哟呼！用力的冲过去啊！带着速度冲过桥，才有可能。对啊，转过网子之后再冲过去，这样。这一条，对啊，很大道哎，人超多的，所以还是有校外教学，从神奈川来，这样不是很那个吗？天气啊。那。那你怎么也有像馒头的东西啊？是因为一定要照着那个曲线滑，所以被他们滑出浅馒头了吗？你看，就 S 型。只要持之以恒，披萨也可以做出馒头的，是吗？
欸，搞不好我们先用披萨来练，就可以用披萨过馒头，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大部分都已经，我们去华菲那里好了。那我们就一路切回去吧。嗯，对。啊，是啊，那个黄牌子，赶快切过去。橘色的线的下面的上面，橘色线。对对对对对对对。切。上面蓝蓝的，这边还是白的。东莞山顶在那里。哪里？上面啊。那就是啊，对啊，就很奇怪，我们回去的路竟然是咚咚咚，不知道怎么滑到对面，然后就从对面再滑回来。那是因为我们滑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个车子的隧道，因为我们都是用车子的左边、右边来看嘛。那中间那个我们滑过去的地方，车子是隧道。有啊，来救命人啊！我们又没有过去，那是隧道。还是 Giant 那个隧道就很长哎。是啊，刚在上面眺望，然后眺望了半天，我们又回到它的下面，就是很奇怪。我们滑到对面啦、啊。对啊，就是不知道怎么从这个山口跑到对面去的。就是一路往右下下下下下下到底啊。嗯，然后爬上来，从那边爬上。然后那边的缆车上上上啊，上去对面的山啊。我要回想一下刚在上面看到的下面。就是一个很妙的东西。感觉就在我们高一点点而已啊。是啊。这是右转。奥林匹克，还是说这里其实没有封闭啊？就是这一段黑的。我说这次说没开的就是这一段。有人往那边走。因为地太平了，很害怕，都被他们刮平了。这是他们的路了，是不是？是啊。我要往上哦。对啊。都没有雪了啊。有雪啊。就是很平，就有点害怕，但是其实很安全。这刮的超平的，我第一次滑那么平的。就有点声音，有点让人害怕，但是其实还好。这条应该就不是了吧？
也可以直下，晚一点再切过去也行啊。你都知道切过去了吗？晚一点切也行啊。晚一点切好了。你说什么？有雪啊，只是它很平而已。第一次体会到披萨可以刮到那么平，超平的，好像地板一样。那我继续走左边啊。啊，我可以过去了吧？好啊，你要过去也行啊。你不跟着来哦？好啊，我用最轻松的滑法。哎，你走上面了。是跑来馒头这边干嘛呢？怎样？啊，就走啊！啊，就走啊！我靠，过头了。
2:40。划分了吧？划中间那一道好了。Go go go！走错了，那怎么办？过不去。我只是走错门了，到门口前我突然间觉得啊靠，走错了。现在又好暖，太暖了，蛮晒的。是摔倒。我现在看到喷烟，已经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摔倒还是在转刹车。刚刚看了一个大烟，看起来像摔倒。
また。你要走？对啊，又变回蓝天嘞。本来觉得天气对啊，全都蓝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晒暖暖。口罩，看你口罩上都是水。水啊！外侧啊。嗯。这条路窄窄的，但是搞不好我们有走过，还是没有，好像没有。这里的雪还很大块，什么大块？雪。这没有化掉啊，这边。对啊。还是温度低。蓝天树冰，阿姐，哎，很多，就只是雨吗？让我往上拍一下，还是站在雪道上，然后我往上拍啊。我们去雪道上，然后回头往上拍。到了。怎样怎样？你还在前进？有相机啊？没有。
好。干嘛？我走不动。看一下。你要不要？我不用了。觉得不大好站。好了。我会乱叫哦。那你试试看啊。我下去。你侧降就降下去啊，不要勾倒我。咻！卡。没错。你想0.5。因为刚太近了，就0.5，反正横拍直拍都会拍到很多树皮。1、2、3、4。对啊。我看看1.5，1.5好吧。好。好漂亮哎！你刚好帮我拍那么漂亮。你看一下。我的不好看。太小吗？你要一吗？我觉得我帮你拍一张。好了好了好了。N 姐。听说你给我留的天空太小。哦，是哈。你看我看一下。换你下去。你看我帮你拍的，我觉得我拍不了。哦。你看我帮你拍，连一的人觉得我拍不错。好，看一下。一有吗？都拍了。这样比较好。我就比较喜欢天空的。就是我要退远一点就可以了。哪有？刚刚有急用，是你急去的。我地上其他的。好。我先下去，然后我帮你录，要吗？因为啊，你这样下会一直喷血出来，你知道吗？就是还蛮有趣的。你看，就像那个人差不多，咻这样。我大概下到正在站的绿衣服那个人，然后我再回头帮你录。好。你说什么？好好好。我用我的 iPhone 应该可以吧？哦。
应该是不会。继续滑哦，不用不用，我们再继续滑。那就等一下，等一下，你先下这一段，然后我从上面下来。这里。哦，好，那你到。第二个黄，最后一个黄色的柱子，我也不知道。都破。就，好像身体往后了，还是怎样？而且喷的满脸都是。
刚好停下来要准备帮你拍的时候，他就哔哔哔。这个人真的也好大、啊。就是重点也不是烟大或小。对，但是我说真的大。也是、啊。好了吗？好了。还要再帮你拍一拍吗？不用了。我说身上拍你是快没电了这样。那他到底不在冲啊？现在有在冲啊。又是这样。可能是刚刚都没有在冲吧。再去做一次啊。嗯。哎。走了。我觉得那些粉不会融掉，也不会掉，全都在我的镜片上，一颗一颗的就不会掉，因为温度不够高，所以它也不会化掉。然后我现在全整个镜子上都是粉，自己喷的，粉粉的。还是粉的啊，都粘在上面了，粘住了。没有，都是粉啊！我眼睛觉得好多点点哦。几点？3:03。怎么那么浓的云啊？是怎样？他路过是吗？嗯，一大片，太阳把它散掉吧。刚刚的蓝天不见了，被这个雾蒙蔽了。拍完，真的就是要拍就马上拍，不要走啊，等一会再拍，等一会就没了。没事。就没了，我要拍啊。你有拍啊？对啊，就我说要拍照就赶快拍，因为下一秒就状况不行。我让我可以看我的摔倒前，看我影片中是否看得出内心戏。你知道刚刚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知道，我也不大清楚哎。你没有准备好要转弯？也不是。你看起来是直往前跑，横着这样往前跑。是吗？就摔倒了。哦。我没有看到你的转弯，就是啊，然后就摔倒。我可能站到山上起来，自己觉得不对劲了。那用不着摔倒啊！站对就好了，干嘛摔倒？可能上半身没翘回去吧。重点还是在上半身。跟薛宇他们那种程度的，还有可能拖站错，不可能这样。
其实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你知道吗？他们可以用山上角转弯。他可以完全可以用一个板滑，然后他这只脚可以用放在左脚的位置，也可以放在右脚的位置。对，他的脚，他们一只脚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没有站错板的问题。他们可能重心不对的时候，把脚挪到任何一只脚挪到有重心的位置支撑住就好了。没办法录啊。就这个声音。乖乖乖乖，哇，看无。总之就是能见度三个柱子。看得到前面，快要蓝天了，又快要蓝天了，而且太阳还晒得进来。然后我们完全看不到沙鹅山。嗯，我们在云。是有啊，现在还有看到。哦，飞过来对不对？对啊，对啊，很多呢。这是它雾雾的吗？有可能哦。一直给我看到。嗯，是的。那怎样？就要等一下。走了，走了，他走了，要看人看多远。亮晶晶。啊，下面那个
个橘色柱子呢会太近。也不会，因为我这会在录的就是看我的小转那个喷的血有多少而已，所以我会下的比较慢，没关系啊。橘色那个好。又有雾来了，我看不到了。完全错了吗？好像那就算了，不会太雾了，你自己看没关系啊，雾不到录不到就算了，太雾了，现在太雾了，好啊，走吧，太雾了，对不起，接下来不要录了，接下来我们先回去啊，搞不好那边没有，你说烧耳山录啊？不过回了烧耳山就只有那个，根本就没得玩了啊，就只有那个短的可以做了，那就再再滑一次，这个就滑就对了，太雾了，对啊，就滑就好了，不要录了，你滑我跟着你好了，会累吗？不会。我压很低吗？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直跟着。反正觉得轻松也是一种要紧。不紧张啊。对啊。
一定啊，一阵一阵的，来一阵就去一阵。你是说刚太雾没录到，还是录错了？哦，录错了。对，录在这里。我就让那个人先啊。黑色的啊。然后就哎、欸，奇怪啊。那个是谁啊？哦，原来是这样。太雾了没？哦，好，没关系啊。眼睛看得到，但镜头里面看不清楚，所以就挑了一个人跟。不然就不用拉近啊，你就从头到尾拍整个雪道也可以啊。不行，那就看不见。很小没关系啊。太小看不到。哦，好。可以了啦。那是现在啊。看我们坐上去之后状况怎样。这种三只脚的。没有两只啦。不是三只脚，就是三个脚趾的，这是两只脚趾的。闲话，没出来闲话。赏我点草吃啊！没有草，叶子他们不知道吃不吃。四十几，九十一了，我是个男车的。你说快，你后来看到一了吗？还没，现在91、93吧。一了，那就92吧。嗯。这个已经没人做了。我刚刚站起来的那个问题啊，所谓的把脚收回来，我认为是把屁股稍微抬起来一点点，让屁股缩到脚那边。我说摔倒站起来，所谓的把脚收回来啊，其实不是把脚收回来，而是把屁股放下去。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屁股离脚跟越接近就越好站。那屁股在上面，把屁股往下挪，比把两只脚往上放简单的多。我刚刚就是成功的把屁股往下放，然后膀子往下一点点，然后就呼就可以站起来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冰晶了，因为有太阳吧，所以你看不见吧？有啊，往右边看的话，也应该要看一些冰晶跑来跑去啊，也没看到啊。不过是因为刚刚那些飞的雾雾的，就是他们吧？对啊，我觉得有可能啊，一起消失了。开始冷了、啊，晒不到了。这次滑完就去对面吧。
我猜可能我们身体有的累的地方我们现在都没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滑得很轻松。没有啊，其实脚全部都会痛。哎、欸，又看到冰晶了。看到冰晶了。很多呢。三角山比较大。还是那只是吹下来的。又没了。还是风的关系。这些嘛，嗯，好啊，到处都有人啊，他们都走了。对啊，啊？你说什么？应该很清楚吧？那接下来我要录你的哦，我去到那三个人的地方。对啊，然后我用 iPhone 录。好，我先下了。你说什么？随便你滑。搞不好他已经满了，他刚刚说他剩38分钟。那你要帮我换卡吗？好啊。你要站得稳哦。好，很好。你觉得他是时间了？没有。太冰了，该要不要戴手套啊？
这个好。你不收起来，不把旧的收起来。我们中午都没有休息，所以路不够，所以我们滑了很久啊。还是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录？既然你都在我旁边。哦，好，等我一下。放你那边。但是左口袋吗？不，都会撞到其他的。拉不起来。录那种模拟，我要还那种模拟人家那种啊。模拟什么？啊？什么意思？哎，你爆开了吗？插电了吗？插好了。你要看后面吗？开始了。那我下了。嗯。三个人不见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要去哪。啊？我去到那边。没电了，不知道。好，我录好了。小记得。对啊。你看一下。你再重插它一次。不插过。好。没有再录，没有再重。这些要做什么事？哎，它开始叫了。头晕一点。有啊。他现在怎样？刚刚他突然间开了响路。你转过来一点，我看好了。哎呦！你是要？我是要看岔的洞。
好，你就插着就好了。他在冲吗？没有呢。都是冰晶。几格？三格。好。有在冲吗？看不到灯。是你太远了。不用算了。要回去了，来不及了。有灯了。好，有灯了，我再按它一下。好，开始录了。Go。 要我再录你吗？不用了，都不用了，我们回去吧。真的吗？我可以录你啊。刚刚已经有录过了，我们现在橄榄车为主，不要错过的时间。先走啊，先走。四十分来到这应该差不多了吧？你要坐车？对啊，往去那边坐上车。我闻到烟味了。55分坐上缆车，好危险啊！你还说要录要录，不然我觉得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回到烧耳山，我们是负责清场的人。今天录到九九喷烟，很难看吗？不会难看啊，我是说，这也是血脂有这样才会看到这个样子，就粉粉的。这个温度真是不错。好吧，
我之前不是都挑228那种时段有便宜的住宿吗？嗯、你看我爬了几年都是228差不多、嗯。但是其实3月1号就算是春华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天气本来就快要烂，快要很烂了。对啊，自己挑水质不好的时候来。对啊，然后它又不会补新雪，也就是说温度低的话可能变得又冰又硬，化化然后温度不够低的话就是又热又黏，所以第一次滑到这种一月多。我们上次也是一月了，上次来但是雪太大了，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经过松雪训练，滑得蛮痛苦的。我在高天原啊，也是都是雪，然后而且是雪跟冰哦，因为去年不是缺雪年吗？对啊，之所以是缺雪年，就是雪下了又会化掉嘛，也就是说温度太高了啊，温度太高很容易变成冰啊。你看这样，走天下啊，对啊，我姐是这样走天下、啊。哎，只要是一大腿不要酸爆就好了。我是觉得那个动作大腿很酸。你可以，好了，直冲啊！你应该知道怎么走吧？冲啊冲啊！你先走好了。没有啊，我们可以往右边。不行啊，那就要再坐一次这个缆车啦、啊。对啊。我是坐下车后往右。可以啊，再切回来，但是。但是也是要往这啊。好，那你先走吧。冲啊！坐上去，好，就一次。嗯。吸管。再掉。冲回来。要坐上缆车，冲回来。
就在从那边好了。拍夕阳的点都不够高。你说什么？拍夕阳的点都不够高。拍夕阳的点。它都之前我们拍的点都比较高。点。嗯，都不是这个缆车，就在这个缆车之上。嗯，是啊。我觉得这边会不会更没有小动物？嗯，不知道呢。很集中，集中的点点都是树上掉下来的雪块。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没看到那种走来走去的。雪道啦，然后它就窄窄的，没什么力量。这里就很硬啊。下次，可是你还是会想一直滑旧的吗？还是觉得交通方便就继续滑？都滑，想滑大的、啊，小的都会跳过。然后大的，我们几乎所有大的都去过。是吗？剩下的就是交通比较不便的。对啊，我都交通不便。例如说，留寿都是贵嘛，富阳也是贵啊，然后安比。有脚印，真的脚印啊！不知道。那个，那是树叶吗？脚印啊！你说那个？嗯。咕咕咕！到底是几分啊？为什么？那难道另外一个雪场？时钟错了吗？对啊，我仔细看一下，43分，奇怪。很够啊。43分很够，坐上来只花了4分钟。刚刚录完影片是3:27:28，我就说好，那我们回去了。哦。是28分冲回来，大约是。就是冲下来，缆车到，对啊，哇！很好，我肚子饿哎。饿了。你饿吗？还没。我饿了，因为今天中午没有拉面，我是那种吃拉面，我保证我吃多少，我就会留比较多的。还是其实我没有留比较多，有吗？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会不敢吃太多，我就觉得吃没几口的，好像就一半，然后就不想留太多。我吃咖喱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多哦，饭怎么会多？一直挖，一直挖。然后你说你有帮我多吃，所以我吃的饭也比较少，所以我现在就这样。你多吃点，尝一下。有吗？你看脚印，而且是猴之类的吗？这个也是。
右边，长松。间隔比较远，还是原来就那么慢？刚那个好像间隔比较远。滑到饱了，是吗？哎，有个喷射机的痕迹，在那里，在那里，是还在喷。那边有一道啊，刚刚看夕阳，就哎呀，都被他弄吵了。啊，是哦。对啊。连声音都听不到，还是刚我们在滑没听到？听不到。飞得很快。平常飞机飞会这样吗？平常飞机哦，好像不会吧？我平常看到飞机不会喷烟的。对啊，因为它推进的速度好像没有要那么快。哦，我现在手很冻，我现在手是冻的。因为手套里是冷的。对啊，我手是冻。你刚刚会不会是捏很紧啊？你不自觉捏很紧的话，就会觉得它很冰啊。我现在手很冰。你手上稍微松松的，会开始暖起来。手很冻。帮你解除重量。只有这个树根它不一样。它是掉错地方吗？那边左边也有。这也是。他们的种子，他们的种子交叉的掉到地上。8:38出门，4:00回去，过分了吧？没有。这里整个智贺都没有夜华。Family 有。就最高的那种。Family 大概到中间吧，他没有开到最高。
我不确定最高有没有。一般来讲，夜华很少开黑的。很少怎样？开黑的。那是黑的吗？我们刚刚滑的上段算黑的，虽然我们觉得那一点都不黑。然后中段算红的，下段算绿的。哎，我们预约什么时候？5:30。哦，可以吗？嗯，先让回去休息也够了，轻轻松松。昨天要不要跟他就说，今天礼拜三吗？今天礼拜三吗？你要约礼拜五。四五都约起来算了。四五？礼拜四号，礼拜第四、第五天啊。哦，但是我们预约的不是锅。对，但是我们还没有决定要吃什么。嗯嗯嗯嗯。就是说，都帮我们两个。我们都是吃你的，也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不想出去耶，我想吃它就好。好啊，这样就好。我就跟他说明天帮我留肉豆腐。有啊，试试看。会不会也是小猪？会不会那个一样小猪？有可能、啊。那我就要加蛋。一个肉豆腐加一个饭，配成一个 set。还要一个蛋。就啊，就点啊，就点啊。那好吃到吗？也可以啊，那个感觉就是填肚子用的。这也还不错的啊。对啊，而且它火候非常的温和，完全没有焦。其他地方你吃的话，一定要搞成，一定要脆脆的感觉才行。这样，这里没有，这里熟了就好了。嗯，我一直在流啊。你有吃药哎？没有，药效过了吗？因为人家其实今天要吃蛋糕，对啊，药效过了就算了，反正也该回去了。好了，还好啦，
好，到底有没有在录啊？有没有？没有吗？他找到过？他们录没有录了？一直超怪怪的。他刚好像睡着了，电力不足还是怎样？好了吗？嗯，对啊，充电中。